云林口湖乡昨23日发生一起疑似儿子徒手殴打母亲致死人伦悲剧。58岁蔡女在自营的槟榔摊遭到张姓儿子暴力对待，随后身体不适想返回约200公尺的住宅，却骑机车在槟榔摊外约50公尺，即身体不适倒下晕厥，经送医抢救仍回天乏术。详细死因仍需待法医相验后厘清。曾明君表示，张南部长进，而且脾气暴躁。警方依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，将张贤移送侦办。